Hello， 大家好，今天的这一期视频呢是一期连衣裙分享。那连衣裙作为一个夏日必备的出街单品，又非常好搭配，又风格多变，又适合旅行，又适合居家，所以呢大家的衣柜里一定是必不可少的。那我也先前前后后的买了挺多条连衣裙的，那我就挑出了几条我比较喜欢的，然后质量也不错的，对的连衣裙，想给大家分享一下。那我的连衣裙呢有很多种风格，有一些居家舒适的套上就能直接出门的，有一些是适合旅游出去拍照的，有一点小性感或者比较淑女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可爱风。对，因为我以前都不知道为什么就莫名其妙就有一点穿的有点可爱，但我现在已经在改变我的风格了，就想趁着年轻多尝试一些新的风格，因为怕以后就没有机会了。所以呢今天介绍的连衣裙呢还有挺多种风格的，那如果你对我今天的视频感兴趣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那第一条连衣裙呢就是长这个样子的，这个是 Random Piece 家的一条连衣裙，是这种小花图案的，也不是小花，就是这种点点的，然后比较清新可爱的风格。那它还有一条是全黑色的，然后那条呢就比较百搭，然后也很显瘦，比较有气质。这条呢就比较有一点度假风的可爱的感觉。那这条的设计呢也比较特别，它是一个浴袍式的穿法，就是整个就是一片式，然后有两条带子，这样可以绕一圈打个蝴蝶结，就显得腰也比较细，然后整个裙子的版型也是非常显瘦的。如果大家不敢，就是觉得这种裙子可能出日常有一点太过艳丽的话，也可以去买他们的黑色的，也很显瘦。对，这条是我刚收到的，所以还没有来得及穿出门，吊牌都没有摘掉。就是这个 Random Piece 家的，我觉得他们家的衣服都质量都还不错，但是价格稍微有一点点高，但是我觉得如果可以穿好几年的话也是值得的。对，第二条呢是一条可爱风的背带裙，下摆呢是有一点这样蓬蓬的。这个裙子呢是一个微信上的朋友送给我穿的，因为他们家的衣服都是超级可爱，就是我自己也会买的，但是都是比较可爱，然后比较花一点童趣的，有一点古着的风格吧。然后那这个呢也是他们家的一条短袖，就是这样有一点点透透的，然后外面是一个小扣子，然后整个的设计也比较清凉，搭配这条背带裙穿呢就是整个就是一个很可爱，然后很童趣，有一点大儿童的可爱风，就感觉自己要去出去郊游了一样。对，但是我也超级喜欢，因为他们家的衣服都超级可爱，就很戳我的风格。下一条呢是我最近突然有点种草的旗袍风的一条裙子，就是它是一条改良式旗袍，然后我们班班主任就特别喜欢穿旗袍，我觉得穿也非常有气质，非常好看。但是如果穿非常正统的旗袍，可能日常出街会有一点点的就可能我驾驭不太起那种风格，所以我就感觉这条改良式的旗袍是也还挺好看的。上面呢就是这种印花，有这种丝绒的印花，然后扣子也是这种比较古式的盘扣，就系起来真的太累了，但是整个版型还不错，是这种小立领的风格，然后版型也比较显瘦，但是它是不退不换的，所以呢，所以大家买之前一定要看好自己的身，就是腰围啊什么的，就一定要考虑好再买，因为这条裙子也不算很便宜，所以我觉得，就淘宝上买东西，我总觉得100多块钱就开始贵了，大家买的时候一定要看好尺码和买家秀，觉得适合自己然后再买来尝试，不然不能退又不能穿就比较浪费。那我觉得我穿这条呢就显得有一点，我觉得还挺复古，然后挺可爱挺好看的，也说不出是什么风格，但我还挺喜欢这种旗袍的。四条呢是我之前一直特别喜欢的塔卡莎，对，后面有它的这个塔卡莎的刺绣，这是一条海军领的长半长的裙子吧，大概到膝盖小腿，大概到小腿那个位置，然后还挺显瘦的。这个就是一个海军领的比较学生风的一个风格，我觉得也挺好看的，然后日常也很百搭，然后就看起来就是有一点像学士服的感觉，但是穿上也很百搭，它是一个藏蓝色。然后这个海军，我之前有段时间真的特别迷海军领，就是所有海军领的衣服我都想买，然后我觉得的确也挺特别挺好看的，这个穿上也挺好看的，就是比较可爱比较童趣的风格。
这条裙子呢，是我之前看我有个很喜欢的博主，就是微博上叫聪儿的那个博主，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因为她真的很好看，而且她好可爱。然后我就看到她穿了这条裙子，它是可能是作为卖家秀吧，我觉得真的太好看，太元气了，然后我就买了。然后我觉得呢，这条裙子也挺好看的，然后价格也不贵，然后是这种布的质地，可能会夏天稍微有一丢丢的热，但是也还好吧，是这种比较可爱的方领的设计，这个上面的这种图案也挺可爱的，整个裙子的版型也是比较 A 字型，比较蓬，比较显瘦的，大概也是到小腿的位置。反正大家等会我会给大家试穿的，等一下大家再看长度好了，对。也是一条比较可爱的连衣裙的风格。这条呢是三良洋货店的，是一条比较法式的一条淑女风的裙子。我觉得这条裙子的版型设计也很显瘦，然后配色也非常的清新，很适合夏天。然后这个带子系上也会显得腰比较细，裙长是比较长的，我觉得对各种身材的应该也都比较友好。对，也是一条我很喜欢的裙子，是去年买的了，不知道它今年还有没有，但是我觉得今年也还是很喜欢。这条呢是大魔术的一条比较舒适的这种布料，然后很舒服的一条裙子。然后这个裙子呢就设计也比较简单，就是一条黑色的长裙。那这个呢我大概已经买了大概两三年了，我都还一直在穿，而且我觉得真的质量很好，而且非常好穿，但是可能现在也都不在，就可能也已经卖光了，所以就比较遗憾。但是大家也可以寻找一下这种类似的，就这种布料真的非常方便，就是平时在家里就可以穿着这种裙子当睡裙，然后出门也会觉得很好看可爱的一种风格。这条呢也是三良洋货店的，它是一个这样子的，这样子袖子的设计，就是会比较露手臂，所以去年买的时候我还不是很喜欢，因为那时候我还比较胖，然后我觉得穿这种好显胖，然后好显得就显得我好雄壮，但现在也没有很瘦，但是觉得可能稍微好一点点了。今年试的时候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幸好去年没卖掉。这个裙子呢是比较复古的这种实木扣的设计，我觉得还挺好看的，然后整一个颜色呢也很清新，很适合夏天，我觉得出去旅行啊，度假啊，或者是干什么穿都会感觉很清新，很少女的感觉。它整个这种黄色的波点也是有一点点复古的。然后这里的设计呢是有一个收紧的腰的这个设计，我觉得还挺显得腰细的，但是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对我来说腰有点下面，但是也不会觉得很奇怪。然后版型也挺好看的，裙长也是比较长的，所以呢，如果大家是梨形身材或者腿不是特别细的，我觉得穿上也不会有任何压力。对。这条呢就非常的卡通，非常的可爱了，但现在估计也没有卖的了。那这个风格呢，我当时特别喜欢，好像是初三那年买的，我觉得我那个时候特别喜欢，但是后来我又觉得很幼稚，我就从来没有穿过，但是也没有卖掉。然后今年我就随便试了一下，我觉得好可爱，好好看，可能是就是本来有一些消沉的童心又有点泛滥了，就真的很可爱的一个设计。它是一个这种娃娃领的设计，就很可爱，然后上面是这种小老母鸡，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是小鸡的这种设计。我当时买的时候以为它是一小云朵，没想到是小鸡，但是也挺好看的，就是整个设计就很可爱。那这个后面呢还有一个系的带子，就不会让整个版型显得特别的胖，所以这个裙子我觉得好可爱，真的好可爱，所以我现在还挺珍惜的，就觉得没有卖掉，用来珍藏也挺好的。这条裙子也穿了好几年了，它已经有一点点看起来有一点点旧旧了，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这条是在那个 Mint Cheese 家的，他们家就是一个比较法式复古的风格，然后很少女，很好看。这条裙子是一个牛油果的设计，然后整个颜色也非常清新，然后是比较成熟，然后又有一点可爱的少女风。对，然后这个裙长呢就稍微短一点，看起来虽然是衬衫型的，但是它也有一条系的腰带，就会
整个版型就不会那么单调，也会显得比较瘦，所以这条裙子我也非常喜欢。而且然后它也是一个海军领的设计，这种领子我有一年真的大爱，我真的太喜欢了，所以我看到就想买。不过这条真的很好看，嗯，对，但是现在可能也不在架上，就比较可惜，但大家也可以找一找类似风格的。然后这个布料呢也是比较薄的，有一点点透透的布料，然后夏天穿就会比较清爽，比较凉快。这条呢没有错，也是海军领的设计，我真的太喜欢了。那个时候这个呢就是有一个泡泡袖的设计，就会显得手臂比较细，然后这个红色呢是一个比较复古的深红色，就会显得比皮肤很白，然后很有气色，然后整个设计也很显瘦，腰围这里它是有个收腰的设计，裙长也不是特别长，所以整个设计还是很显瘦的，而且很显白。对，这条也很好看，我觉得一直很喜欢。这条呢是我最近才买的，然后我是准备到时候去找 Will 玩的时候可以拍照的时候穿，因为这条裙子就是一个白色的设计，然后有一点小 V 领，就会比起我别的裙子可能就稍微性感一点点，然后稍微不同风格一点点。我觉得它对我这种身材是比较友好的，因为我是属于肩特别特别宽，然后穿这种领子大的其实很显肩宽的，然后我手臂也不是很细，所以我就买了这种手臂的袖口比较长，然后下面有一个收紧的，会显得手臂比较瘦，所以这条裙子我觉得还挺好看的，我觉得挺适合海边啊，或者是旅行的时候穿的。就是在大家面前穿我可能还有一点羞涩，但出去玩的时候我就会比较放飞自我，什么都想尝试一下。那这条呢也是我最近买的，是 UNIF 的一条裙子，这条裙子我当时买的时候只有最后一件了，然后我就直接买了。这条裙子价格还是有一点贵的，但是我觉得质量挺好的，而且 UNIF 的衣服风格我都很喜欢，就是炫耀好像经常穿他们的衣服。那这条裙子呢是一个就是可以是当吊带裙，也可以当成一字肩的裙子。那我觉得我肩比较宽，然后我觉得我以前一直不知道原来这是一个缺点，这的确看起来会比较雄壮，但是我觉得就我出去玩的时候穿，如果在朋友面前我穿可能有点羞涩，但是我出去玩大家都是旅客，我觉得也没什么好评价的，大家也不会用奇怪的眼光看我啦。就算它可能没有那么没有那么适合我，我还是很想穿穿看这种样子的裙子，我觉得真的看起来真的很好看，然后很显瘦。但它是一个纯黑色的，然后后面也是一个比较紧身的比较收腰的风格的裙子，对，我觉得还挺好看的，我是很喜欢，但是可能的确不那么适合我，但是也没有关系，我觉得喜欢就可以。这条呢也是一个比较性感的，然后花花的，然后也是觉得旅游穿会很好看的，可能不那么日常，当然我觉得日常穿也毫无问题，就是我可能没有那么自信的能在朋友面前穿这样子比较露的裙子，但是我觉得在 Will 面前就无所谓，因为他肯定不会觉得我肩很宽然后我很胖之类的，他肯定只会夸我好看，所以我就会比较有自信一点，我就准备跟他一起玩的时候穿。这条裙子印花我觉得特别可爱，就是一个比较复古然后又有一点可爱的这种风格，然后它也是一个收腰的设计，所以也会比较显瘦。这个领子呢也是可以当一字领，也可以当一个就是这样子的方领，我觉得也挺适合我们这种肩宽女孩的，就的确可能还是有点显肩宽，但是我觉得不能因为肩宽就不穿一字领，不能因为腿粗就不穿小短裙，什么身材都是可以穿的，我觉得大家也不会觉得你怎么样，我觉得自信就是好看的，所以我觉得还是想要多尝试一些，就算会放大我身材的缺点，我还是想要多尝试一些不同的风格，这样老了以后才不会后悔，因为现在已经是我的花季年华了，再不多尝试尝试就老了。对，那这条裙子呢我也非常喜欢，然后也是一个比较显白的颜色，然后我记得那个评论里好像说就是如果是胸比较大的姐妹们也会比较合适，它好像是不会很暴露，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尝试也可以去试一试，反正我穿是有一点点，我觉得它的胸口对我来说就有一点点往下，但是也没有关系，就做好保护措施不要走光就可以了。这条也很好看，我也好喜欢。
那今天呢就先给大家分享这14条我比较喜欢的，然后穿的也比较久的裙子，我觉得质量还都是不错的，然后虽然是不同风格的，但是也可以都尝试尝试。那也希望这期视频可以帮助到大家一点，也可以希望能帮大家种草一点点。那大家也可以就是根据这些，如果你们有喜欢的版型啊或者设计，也可以找一找类似的款式，也不用跟我买一模一样的，因为有一些可能价格确实有点贵，所以我会攒一个月的钱去买一条小裙子，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人生的追求。那希望这期视频可以帮助到大家，也希望大家喜欢这期视频，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